大家好，我是庆，今天是休息日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早餐优格、苹果汁、咖啡、橘子，那个是红椒，还有配小面，那小面包，好，吃吧。我们现在要换住宿的地方，走一下就到了，所以其实还好，就继续走吧。午餐肯德基，走了三十几分钟的肯德基，那我们等一下去迪卡侬，好少哦，它那个本来看起来好像很多的，现在已经吃饱了，然后要来迪卡侬。因为我们要买一些东西，要买什么啊？羊毛长袖。羊毛长袖衣服，因为那时候感冒，实在太可怕了，就要买一点东西。然后我的那个登山杖下面，那个铁直接跑出来，会这样咔咔咔。所以打算再去买一个套登山杖底下的。我们就进去看看呗，对，塑胶套，然后搞不好里面有跳跳床，好酷、喔。嗯，机会很远，又超省电，上个厕所还要全按，怕黑就不要来。怎么出去？哦，哦，终于亮了。我来迪卡侬，迪卡侬是什么？迪卡侬乱绕，骑着小背背也好好玩哦。哎，我超强的单手骑，哦，来给你们绕一下这边。哎，我有看到那个一大堆纸牌，台湾的都没有，这个超多，全部都是，是怎样？还有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好帅哦，好想买哦，滑板呢？这个是超赞的滑板。台湾没有，还有这个四轮鞋，我很想要，一直都蛮想要四轮鞋，但是因为台湾没有卖，所以就没有。我就在那边撸，单手撸它，祈祷不要跌倒就没事。上车啦，幸好有巴士，幸好还讲英文。终于可以搭到公车了，而且公车好难走，不然就还要找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刚才特地走过来吃肯德基嘞。巴黎的，巴黎的公车很难坐，超难坐。这里的公车好香，好干净，而且有冷气。巴黎就没有冷气哦，要气温太大，巴黎就会热死。抖啊抖啊，超抖！怎么今天比较少人呢？昨天这里满满都是人，非常的夸张的。今天总算少一点了。主教堂，嘿，然后他们这里都会卖气球，哎，超多的，全部都卖一大串这样，就这样在这边。啊？没有，我说很多人都会这样摆啊，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种，它这个是一个的。对啊，我说在外国很少，比较少看到啦。哦，这个好漂亮啊，超漂亮的。那我们要准备去吃冰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一大堆人手上拿冰，超大吃冰冰。你那边拿一个，OK。Apple 的这个好放着，然后我们出来看一下它的外面，这一间，这个 OK， 姐姐，超大只。游行啊！
样的。噔噔噔，主教堂。那我们现在回家休息。回去睡午觉了。阿婆了。阿婆还在拍照，漂亮的水池，终于不是粉色的人了，是正常颜色，好漂亮啊，超漂亮的。不就是皮虾？虾虾都是皮虾，我来选吧。还有肉条。那晚餐，披萨，妈妈煮的浓汤，就是汤。蔬菜，蔬菜，对不对？蘑菇蔬菜鸡汤，蘑菇蔬菜鸡汤配上酒，五零的哦，零的哦，不用担心。啊，那看着小风景，没有风景，就这样，然后一点点树呢，嗯。现在呢？